是右转，知道吗？因为你往前进，车子是往右边的这个地方走。你先要注意的，你要确认的，车子是往前或者是往后。往前，车子就要看牙叉的方向。哦，往后呢，看你身体的方向，屁股身体的方向往哪边转，往哪边变，那就是左边右边。这跟柴油的一样哦，跟柴油一样。你有的人，有的同学呢，我后退，或是我往前的时候，他只注意我车子往后面往哪边摆，就是说，假设我这样子来，一般有的同学会认为。好，我刚刚讲顺时针打出右转，对不对？现在达到十了。好，我往前，哦，屁股是往左边摆，屁股往左边摆。啊，你们以为说，哦，这是往左边，那我打右边就进去。哎，我先这边你打长对，我先回来一次。哎，怎么没转回来？那就不相信以后自己打错了。再打一次，是不是死掉了？刚开始会有这样的迷惑，对不对？有没有？有的举手。那正常，那表示你正常。啊，老师是有点不正常，因为他们学的比较多一点，看的比较久一点，所以比较不正常。那是正常的哦。哦，所以刚开始我们在 S 型退后或是前进的时候，你们会往这边会去迷惑掉，尤其是退后的时候。一次退后的时候，可能会有的人退后的时候，就是那一种方向感完全遗失掉，哦，这是有可能，哦。好，来，我们的右边右转，现在我们先从我们练习右转。打开，等一下，我们大概要在哪个地方转呢？哦，你们自己，第一次我还是不告诉你们自己转看看，好不好？啊，第二次的话，因为你们自己讲转得出来，真的不需要。真的不需要我，你自己要转出来，转不出来的话，那我再知道你大概怎么做。好，这是第一次的部分啊。第一次，当我会看大家转的心情怎么样，只要 OK 的话 ，OK 的话，我再赘述。啊，假如有的人可能真的那个感觉已经做不到，那我再跟各位强调一下，先让你们第一次的尝试，哦，因为第一次的尝试会经那个记忆会比较深刻一点，自己做自己。自己要负责嘛，对不对啊？那个做起来就感觉就会比较有感觉，好。然后等一下我们要做的动作就这样，我先大概做一次给你看。好，当我要转过来。牙叉在这一个三角锥在这个牙叉中间，好，现在是对空气呢。